家好，我是小凤，今天我们回家了，找个早餐吃。我们是赶着坐这个早班的飞机，所以说要提前两个小时到这个机场，今天晚上呢就可以回桂林了。好久没有见家里面的娃了，很好吃的是吧？酱面，这个叫做什么？就叫拌面。打包到这里有点久了，所以说有点辣。这种这么大个哎，这打折吗？不打折吗？哇，我好喜欢这个，可以吃吗？可以啊。应该是纯银，它700多，应该是纯银。银的纯银啊，它这一颗的话是贝壳。我还是喜欢这小小颗的这种吧。哇，这个好喜欢哦，这个是小大的好看一点，小的会比较秀气。对，这个300多，300多你可以试一下这种蝴蝶，这个蝴蝶是比较适合你。300多可以试吗？大颗的话会比较贵气，当然可以试，大叶会比较不好搭。是吗？这小颗也好搭是吧？这一种的话，你可能说，比如说穿正式一点的衣服啊，什么长袖、啊。像我穿这种衣服就是带点休闲一点的。哇，这个好看。哎呀，穿得过了吗？穿反了。哎呀，这个真的好看哎。好看吗？可以啊，这个比较适合你。报价还要。这个也是吗？他那衣服的话应该是。好喜欢哦！我好喜欢珍珠。搞烂了、啊，我不敢戴。这有点夸张啊！这么就戴这么多珍珠。人家知道你这个这么贵啊，人家当你睡觉的时候把你拿来的，你都不知道啊，在外面瞌睡。没有，这个是珍珠，珍珠没有那么夸张，好不好？1000多啊，这个打折吗？这个打折吗？没有，这个都全部都不打折的吗？全国都不打折吗？哇，好漂亮哦！这个太长了，可能我的脸型不行。对你来说不会。这个是粉色的。哇，好美哦！这个是手工做的。哇，这个珠子好大个。好美哦。哦，这条爽啊！你买吗？你买我就试，不买我就不试。买呀、啊，不买叫你买。两千九百八十八。两千九百八十八。哎呦，这个晚上要洗脚的时候要不要脱掉的？肯定要啊。我觉得这种应该是送给妈妈比较合适吧。这个应该不送的话，啊，送或者说那些贵妇，这一种的话要正常的穿，比如说你穿这个。参加宴会的时候，对，同学参加同学聚会可以吗？可以啊，看你穿的衣服嘛，搭配衣服穿。哎呦，这是一个很好搭衣服。哇，哎，哇，好闪哦，漂亮哦，可以吧？这也算是搞得我白高兴一场。
还没有住过别墅。上面这里有没有？然后有，全部有。我刚刚涂了。不是啊，就是涂料，你看现在都爆裂了。来看一下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你看。漂亮家吗？啊，来，我跟你讲，因为你想搞装搞。也是做回白色吗？那只能是白色啦，那你还有其他颜色呀？啊，不是我拿拖把拖的，我拿这个。这么麻烦啊？哦，对，尽量不用拍我。政府会发霉吗？真的，我说真的，我家七个小孩，我家都不会发霉。问题是你家里你涂那个，你光是涂那个不发霉，哎，问题是我原来我底就有这个。我拿我们那个封闭底帮你把它封住。哦。把它封了，等于说里面接触不到空气。他们全部封了。你挂的是腻子是吗？那个防霉腻子是吗？腻子膏嘛。腻子膏的话，他们说有墙体涂的话，它会一块块掉下来的。如果你不是墙体很大的震动开裂就不会。哇，就直接刷墙，刷脏。这里面是墙是吧？这个是木的。我说里面你啊，对，这个木也要拆掉吗？啊？这木也拆掉吗？全部，意思说整块拆，整块拆吗？这个？全部拆啊，整块，我想整块拆。不拆的话，那你就也是一样，重新给刮，要把这个纸去掉就行。那你就很麻烦了。这个纸湿了水，拿人工慢慢搞了。是啊。拿水慢慢把它搞湿了，慢慢铲，很费人工。就是咯。哦，我2007年就搬过来。那一年我们刚上贵港，我2005年来贵港。哦，你2005年。都是黑黑的。搞好了，搞了我那个。有没有霉味呢？它霉味倒没有，但是它有点小虫子。人工，我很久，说实话，我很久没出来做工了。做工那是老婆管，门面是他管，我是管工厂、管生产、管技术。人工因为不像我们以前，我2005年来，我是管腻子的。你看这种，这样抹它就干净了。干净不了，这种干净不了。就发霉有这种现象，我们的毛总说他那个漆呢就不会有这种。石灰就是这样的，这是腻子粉的，这不是石灰的。这是腻子粉啊？这肯定的，石灰。对呀、啊，不是。这个还干净。来来来，首先介绍一下自己，来，我们这个男嘉宾呢，过来一下啊，来，哎呦，我今天非常荣幸呢、啊，在这么远邀请过来。这个男嘉宾呢，曾经去过日本国，还有澳大利亚很多国家回来了。今天呢，来到现场，就是我们让我们所有家人沙发们能够大饱眼福啊！好生嘞。我哋拿呢个黄眼嘅乞儿仔咧。
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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